拜拜。衣服湿了吗？正式呢，怎么样穿着？挺好的，就是太好了，有点。这王凯旋不会生气吧？我看这穿成这样，这么好看，他能行吗？管他呢，你别挑三拣四的，这给你省了一大笔钱呢，这钱留着给你宝贝儿子上学交学费用吧。那倒是，这身材这也。显太好了吧？这不是显的了，我这倒也就是这样了，但是这太包身儿了，就是。行吧，行吧，那谢谢你啊，娟子，先这么着啊，我去穿这个了。原来我还以为我自己穿隆重的呢，这不一看挺合适的呀。我这是不是不隆重啊？你看这都穿的也挺好的，他们俩有点俗，我这是低调的生活啊，真的有气质。行，可真会说。我看咱们屋那浴缸不错，咱回去鸳鸯浴怎么样？不过我这心里还怪冒人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说，咱们这咋明明跟行李似的就给寄存到儿童乐园去了，结果自己捯饬成这样出来，这合适吗？看你，咱俩好不容易出来二人世界玩一回，你怎么这么不努力？我跟你说啊，昨天你这身挺漂亮的啊，就看你这装，绝对想象不出来你是一个六星汉子的母亲。哎，一会儿要是大山的人多了，我不用帮你拦下来吧？别拦了，你穿这么漂亮，有道理。酒店的林维扬林总和《世界酒店之旅》杂志主编鲁曼先生联合全力支持开设的，让我们在此再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二位老总的大力支持和亲临，谢谢。另外呢，我们还要欢迎今天光临酒店的每一位贵宾，希望你们在这个酒店里能够体验宾至如归的服务，在此尽情地享受阳光和沙滩，收获浪漫和幸福。谢谢。哎呀，其实没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挺好的，换换脑子啊。挺好的。那你们以后要是有什么医学的论坛啊什么的，你可以带着我。带着你，小样还怕我不带着？就这么定了啊。能请你跳支舞吗？那我给你拿。哎，别。我们俩跳，我把你放在这儿不太合适。哎，没事。别，这是我老婆。啊，你好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不好意思啊。我还挺抢手。田设计师，今天真漂亮。赵总。哎，那天在商场。对啊。这赵总。哦，对嘛，我说嘛。啊，你好，赵红林。王凯旋。先生是做什么工作？医生。嗯，医生，哪个科室的？心外科的。哦，厉害。赵总，你这活动办的还挺大的。不是我弄的，是我那朋友林总他们做的。其实也就是把业内人士呢凑在一起，交流经验，对你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。是，谢谢您啊，请我们来。这位朋友们，我们林总。在此啊，再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，听说我们林总的
维也纳华尔兹跳的可是一流，大家想不想在今晚一饱眼福啊？这个不行啊，真的不行不行，我这一上台就露怯。这样，我向各位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，来自爱美酒店的赵总。那个赵总，赵总在哪儿呢？哎呦，老赵，隆重向各位介绍一下啊，爱美酒店赵总文武双全，而且呢，平时业余活动呢，除了健身以外啊，最拿手的是什么呢？维也纳华尔兹。掌声鼓励赵总，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？别走，你慢点，我跟你说，你得上，你得给我面子呀，这是。没舞棒，谦虚了。左边、右边全是美女，你谁会呀、啊？行，他不会。哎，天使医师，要不你帮个忙？我一点都不会。王医生，您看，哎呦，咱俩上去跳舞不大合适，我也不会呀、啊。不，我是说，请您太太跳个舞，可以吗？让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这位身边的美女。对呀、啊，要您跳一下吧，那就帮个忙。那，请。好，有请